感谢咱鹿港龙山寺，也当我们咱观音菩萨普善哈，啊发挥这样的慈悲心，发挥这大爱，啊今天到我们公所来捐赠了一部这个啊，林氏族的带领我们所有委员，也当讲这个安尼成果正吼是三百六十万，但是有咱来跩委员来转接啊，安尼大家吼啊，将对咱鹿港的观光的问题吼啊全力吼支持啊，家己啊费用。 哦，这个乘坐三百六十二这个车辆啊，今仔正式吼捐赠给我们鹿港镇公所，以及咱鹿港，哎，当讲吼观光人潮逐年增加，那垃圾量也一直在增加，啊，真的吼、哦、在我们在清洁车的部分也真的非常吼、哦、啊短促，由于啊现有的18部也已经吼、哦、啊有14部啊超过啊这样的两年以上，哎，这样的车辆。 哎，当我这车辆吼在使用上吼，啊，大家的维修，啊嘛大家吼增加我们政府啊很多的财源，都投入在这个维修的部分，啊，所以律师工吼，咱公所嘛非常尊重，啊，所以啊，既然吼啊嘛，哎，拜托啊，咱龙山寺啊，后来当来甲咱关捐助一部吼这个清洁车，啊，以及啊，咱市主委啊。 跟所有的委员吼沟通啊，全力啊的支持啊，所以今仔特别在咱公所来见证这个仪式。相信未来这部车，会当让全方位服务在我们鹿港镇，啊，也当让咱清洁吼队员吼在使用上也更加吼便利，会当吼在坐在清洁环境的康科吼也更加更加方便。尤其这部车吼，那么彩绘吼龙山寺的山门，还有正殿，会当吼嘛行销咱鹿港龙山寺，啊嘛感谢吼今仔龙山寺吼啊，今仔呢。 来到咱公所来见证这部啊清洁车，给咱让咱鹿港对清洁的部分会更加啊更加好。